Hello， 各位 GQ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雅竹。今天其实还挺紧张的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我真的很少拍这种就是有时尚感，然后又要兼具性感的杂志，所以我一开始有点紧张。但是我拍到后面，发现我越来越享受。我觉得这边很舒服啊，很可爱，而且很漂亮。要不是今天来拍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大自然。我经纪人说，他觉得我个性很像仙人掌，因为外表看起来虽然有刺，但是其实内心是非常善良温和的。我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去冲浪，但是因为我本身比较怕黑怕晒，所以我有一点点胆怯。但其实我今年想要挑战的是防晒措施做到最好，然后跑去冲浪。